恨他？要不是他，姐姐会死吗？我姐会死吗？你把拽起来讲嘛。要不是他，直接拽起来是吧？对，拽起来，逼着他讲。对啊。你居然问我恨不恨他？不是戏，不要被拽断了。如果不是他，靳子轩会死吗？我姐会死吗？如果不是你们两个，二了，我会心疼的。我们江家到最后掉了。哦，不用倒地吧？不用倒，那就不用倒地了。坐沙发，对对对，或者你直接一推，啪就坐到椅子上就 OK。你不用倒，你就给他往下一顿。对，往下一，往下打好一点。如果不是你们两个，我们江家究竟做错了什么事，有你这样报复我们？正常，你先不要激动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问题，为什么会活到现在吗？没有，晚一点，两个人反应啊，反应完之后再讲啊。现在吗？蹦蹦。舅舅，舅舅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的外甥。卷过来，哎，这块卷过来一边。有没有卷过来？找过来一边。走来。舅舅，我就说了，让你老实待着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在这儿。我都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有什么？哎，你走，下面接你客人。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刚才骂你半天不说，非要现在说。就是因为刚才你一直骂我，我才不说的。你听不听？不听我走了。哎，跟你讲，太阳都快说开口。干嘛？但是他一会儿会开个门让他进来。好，那个不用管那个了。他说完叫他才走，你不听，门打开了，这边门打开。竟然我的笔呢？哦，我的笔。不行。抖音。